今天你们看看啊，什么才是金刚锯？你看你们，就锯这墙，那就跟玩似的，就里边钢筋真贴着锯的。你可别吹了，有能耐你上俺家门口的墙，你试试来，你看你能不能锯断？骑那摩托车，你都怎么断呢？四五台呢？哎呦我去，这门口的墙还翘起来了呢！啊，妈呀，这啥玩意儿啊？出来个管子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谁打井给打这儿来了呢？啊，是我，隔壁老王家。哎，这终于出水了，太好了！哎呦我去了，妈呀，这咋下雪了呢？是不是打深了？你那算啥？你看俺家这井哪的，你看好不好？自己要是蹦砖头子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给俺家旁边砖厂都顶黄了，全上俺家来。不是，你家是啥砖呢？哎呦我去了，差点都给我卡掉了，这砖咋这么沉呢？这都卸不下去呀！哎呦我的妈！